手上是什么啊？是奥万大的枫叶，对不对？我们去奥万大玩，然后在下面的 Seven 买了什么？宝可梦卡。对，新出来的天地万物，这次这个卡你看金色的感觉就气势很不凡哦。然后一包变贵了，变159，可是它有十张，感觉好卡会很多，对不对？小朋友就是喜欢拿到好卡，所以我们就买贵一点也是还可以接受的啦。我们今天买了六包，那你要跟我 PK 吗？这次我们特别去南投 Seven 买，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得到好卡会很多哦。南投 Seven 买，是南投 Seven 不是馒头 Seven 好吗？馒头馒头 Seven。 好，那我们就来选三包 PK 咯。这边的会比较好运，所以就吃三包了。所以你已经有感应过就对了。好，帮你用奥万大的枫叶加持一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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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们看一下这一次十张会有几张好卡呢？一包十张。先第一包，这个先把它拿走。好，然后给大家看是什么。有没有好感？还没，一个人物的。哦，有一张了。哦哦哦，是什么？来，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七夕青鸟。来，我看一下哈。哎呀，有一张，有一张，哇，这么多，所以一包两张哎，还有吗？你继续给大家看，再翻给大家看，再看还有什么？半山卡也是可以给大家看，还有半山卡，嗯，卖掉了，没关系，就是杰拉奥拉是什么 V？ 哦，这是谁？那个什么戴欧奇西，戴欧奇西斯。然后这个是七夕青鸟，哇！什么？那这张是什么？那个啊，杰拉奥拉。对，来，有两张闪卡。耶、yeah ！我看我今天会赢妈咪。啊，我觉得我也很有希望哦。把这个拿走。好。可以瞄一下，有了，耶、yeah ！第一张就有了。第二的。第二哦。咪。我刚刚已经瞄到了。真的吗？你瞄到这么厉害？到了，告诉我。哦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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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哦欸，给我看，给我看。帅啊，真的很帅哦！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火焰鸟。哇！梦幻，火焰，梦幻，梦幻，哪里哪里？我看啊，我们家梦幻了。哇，梦幻咪耶！哎、欸，我们没有，对不对？好开心哦。猪贝。猪贝半途的，对不对？也是亮亮的，哇，好开心哦！也是半途的，哎、欸，这一款159很适合小朋友去买。七夕青鸟，因为都亮亮的，小朋友拿到一定会很开心。太阳石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这个 OK， 那我们开第三包吧。好，哇，你今天好幸运哦！在哪里、啊？要送小朋友那个卡包的话，就买这一版。小朋友拿到一定开心到爆炸，然后这是商品调查问卷。哎、欸這個欸，这个有一个好超好卡，这个真假的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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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手太小，手太小，好拿一下，拿一下，拿一下。哎哎呦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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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全部掉光。你这样落扑克牌要洗牌会输哦。哦、我们今天拿到梦幻呢、欸！我的老天爷啊，我们都没有梦幻呢、欸哦，太开心了！那个、异色喷火龙，异色喷火龙，我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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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异色喷火龙，我喜欢。哇，异色喷火龙哎、欸，光辉喷火龙，你这张超赞的，我喜欢，好亮哦。还有呢？啊，是那个，这一张我们有、哦、阿尔宙斯，对，阿尔宙斯赞呢、欸，阿尔宙斯 V， 还有嘞。哇，你今天幸运到爆炸、欸！我的天啊，来，
你还要拿到那个异色喷火龙，我觉得也超赞的。嗯，你三包真的，我今天一定输你了。好了，好了，没了。没了吗？哇，你今天是又有梦幻，又有阿宙斯，又有喷火龙异色。嗯。哇，你今天也太幸运了吧！我看我今天会赢你哦。好，那换我咯。好的。这是悠悠今天抽中的好卡，耶！太棒了，真的是超棒的，我的天啊！那是我们战绩最丰硕的一次了。阿美，你看我的卡车这么多，好，那要换我咯。哦，好，悠悠换我了，我也会加油的，希望我也跟你一样幸运。我先瞄一下好不好？哇、哦，你也太，哇、哦，你也太，太好了吗？你的好卡，真的假的？280的，还没到，还没到，我再告诉你哈。哇、哦，这张，这张我们没有，哎、哦欸，什么？它叫什么啦？哦 ，Vista， 奇拉戴蒂娜，奇拉蒂娜，对。哇、哦，这张很帅，我喜欢。啊，还有嘞，来继续，继续开给大家看。我、哦、感觉我好像会输你的感觉哦。好，第二包，所以我只有这张最帅、欸、，Vista。好，第二包，我先瞄一些，应该是有，应该有。好，来给大家看，希望我也会很幸运。有了，是什么？来给我看一下，这只龙王蝎 V 狂野风格。好，还有吗？还有什么？来给大家看，这是闪电鸟半闪，还有什么呢？甜美龙。甜美龙半闪，还有呢？哦，好，那我就哎、欸，我觉得你比较幸运哎、欸，你一包都有两张哎，我一包都只有一张。好，这第三包吧。第三包。嗯，谢谢你啊。有了，超级巨大喷火龙，真的假的？哦，你每次都讲的我很开心呢。到了吗？还没，我告诉你啊，哦，这个不就是来？哎，这个我有哎，这是我们过年有抽到喷火龙 V-Star， 哎呀，还是很帅哎，每次看到他都觉得很帅。来，还有谁？梦幻，我是梦幻的半闪，百变怪半闪，帅哦！看亮亮的就开心。啊，这里，哎，这是，哎，这是雷吉艾乐奇，也是闪闪的，漂亮的。还有呢，我还有好怪吗？哦、好。那我都不用看， yeah. 我就可以宣布又有获胜， yeah. 来个获胜的跳舞吧！好，又有胜利了，所以我就把这些卡全部送给你。Yeah. 这是妈妈今天得到的，也是非常好了，很难得看到这么多好卡。所以很强烈的推荐喜欢卡片的小朋友可以去买这一版，因为开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然后悠悠对我很好，虽然我输了，但他愿意接受我的惩罚。因为你是不是很期待我惩罚你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就来吧。悠悠打扮完成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来站起来给大家看，我洗大便。悠悠惩罚就是变成一坨扁扁，可爱吗？太搞笑了吧！秀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
这样有像吗？你这样就很像了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惩罚咯。第一个惩罚，开合跳。这么冷的天气就运动一下吧。预备，开始。哦，跳得很好哦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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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速哦，好快速版哦。好，第二个惩罚是俯卧撑，五下就好。来，边做俯卧撑。加油！加油！好，第三个是学毛毛虫。啊？学毛毛虫。好，第四个就是相互蹲跳。最后一个就是第五个甩手动作，开始。很累哦，这么天气就是大家动一动才不会感受到很冷很冷哦。那跟大家说拜拜咯，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哦，拜拜咯。悠悠，你自愿被接受惩罚，你觉得下次还想这样吗？你后悔了吗？不应该自己说要被惩罚，对不对？拜拜咯。